常常有人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诚恳了。支持堕胎的组织试图要要求美国的最高法院来阻止一个德州的禁止堕胎的法案，也就是一个 pro-life 支持生命的法案。美国最高法院什么都没做，这个就是最好的新闻。这表示就从昨天开始，从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有一个州使用法律来保护还在肚子里的孩子的生命，堕胎是违法的。这个很有可能OK， 有这么一点点的可能翻转史上最无耻的 Roe v. Wade 的判决。左派这几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马上什么女权组织支持堕胎的那些人马上就出来在网络上在那边哭，因为他们无法在德州杀小孩流无辜人的血了。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爱报道。今天节目是由 No Wonder Media 神奇传播赞助播出，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时刻。不但美国有一个州站出来为无法发声一直以来被打压而且屠杀的人立法保护他们，我们 AI News 也有了中文名字爱报道。不仅仅是这个样子，星期一还是美国的劳动节，好让各位劳工可以在家里观看 AI News。 为了庆祝而且感谢我们有这个平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正在帮助我们的神奇传播，一个好笑欢乐充满知识又传达正确价值观以及福音的节目。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 是由周易方牧师带领的团队以 3D 或者是 2D 的动画制作出来的小品，每天几句短短的内容，让你的身心灵都有成长，让看圣经更有趣，让生活更丰富。千万要看到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提供一些小小的 sample， 也请各位继续透过 Coffee 的会员来支持我们的事工，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这个德州的法律现在已经不是法案了，是法律了，非常非常的重要。最高法院最终判决是5-4，因为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 John Roberts 照道理说应该是一个保守派才对，他却背叛了所有的保守派，跟左派站在了一起。是的，他是唯一的叛徒，而且他支持杀婴儿。好消息是这次另外5个算是保守派的法官都支持了伸张正义，而不是对左派低头。这里面包括 Clarence Thomas、 Samuel Alito、 Neil Gorsuch， 这个就开始有点比较不保守派了，还有 Brett Kavanaugh 跟 Amy Coney Barrett。 最后这两个其实并没有很保守派，目前有很多判决也让我们蛮失望的，但是这一次他们五个人都支持了德州政府做出来的正确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五月的时候德州通过了一个法律，全州禁止大约在6个星期以后的堕胎手术或者是任何非自然的流产。会定在大约6个星期这个时间点，不是说什么6个星期01天这个就是小孩，然后5个星期06天这个就不是人。这个时间是大约的原因是因为一切是以胎儿的心跳作为基准，有小孩的人就知道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6个星期以后才会发现自己怀孕了，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法律彻底的禁止了堕胎。你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你就必须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你有自由的使用你的身体，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fair and square。 那这个法案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 Ethan 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啊？心跳法案我听过至少20次了，每一次都被不同的法院拒绝啊。这个法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允许公民对于提供堕胎手术的医院，或者是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或者是任何帮助屠杀婴儿的人，这些包括开车带那个女的去堕胎的司机，或者是花钱资助那个女的去堕胎的金主，都可以被诉讼。而且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要认识的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都可以。诉讼成功之后，败诉方至少要付出10000块的罚款，外加上律师费用。所以说这个法律不是针对那个女人的，而是那些真正执行堕胎或者是帮助堕胎的这些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法律，因为很难让法院随便拒绝审理这些东西。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为这个感到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就在白宫。白宫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气愤，因为他们不能再杀小孩了，这些小孩未来会长大成人，他们会活着，他们恨死这个法律了。他们的说法是 extreme threat， 极端的威胁。We've seen in a number of states, Republican-led states, an effort on voting rights, for instance, to pass similar legisl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voting rights. What's the level of concern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the decision on Texas specifically will lead to a similar raft of law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what is the recourse for the White House at a federal level to help prevent this? Well, the step that can be taken is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Roe,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have called for and would require Congress to act on.I will note that certainly we've seen, this is not the first threat to Roe we've seen in a state across the country. It's an extreme threat. And again, I would just note, this is offering up to $10,000 to individuals who report someone who is going to get an abortion. I mean, that i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So, and beyond that, as I've already outlined. So yes, of course, it's of great concern. And of course, it's of great concern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re have been efforts by some in the country to prevent a woman from having the right to choose. 对，跟 Jen Psaki 说的一样，现在就会有一群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女权的女权人士出来在那边说啊，你这个样子是要把女人关到监狱啊，然后万一被强奸了怎么办啊？她已经是受害者了耶。No， 这个法律你不能告那个女的。但是你可以告那些邪恶的医生，原本应该救人命的，但是却选择杀人的医生。你可以告那些无耻助长流无辜人的血那些人，你可以告那些资助杀死无辜生命的那些人。不知道能不能告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 ？I hope so。我不是律师，所以我可能要研究一下。各位，请在这边听我的好消息。Jen Psaki 在里面说，他说。我们要把 Roe v. Wade 变成法律，这个就是事实。堕胎根本就不是权利，也不是人权。宪法还有所有的州的法律里面都没有，所以 Roe v. Wade 这个东西原本就是违宪，而且违反人权的。你听 Jen Psaki 就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他们全部都知道，但是他们全部都在装傻。But I guess the whole world already know that.CNN 就疯了，这个左派的大声公派出了他们最强、对于性解放最有经验的法律顾问出来 ，Jeffrey Toobin。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他就是那个在 CNN 内部会议的 Zoom meeting 上面跟自己发生性行为的那个脑残。我说这个人是脑残应该是没有问题。首先脑残这个字并不是在骂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有写过。而且这个人开会的时候把自己的鸡鸡掏出来，我实在是无法找到另一个解释他的行为的形容词。总之他说，我早就告诉你啦， Roe v. Wade 这个东西一定站不住脚，而且一定会被这些保守派拿来攻击。Donald Trump ran for president saying, I will appoint justices to the Supreme Court who will vote to overturn Roe v. Wade. He has three appointees on the court. There are three other appointees on the court, Samuel Alito, Clarence Thomas, and John Roberts, who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Roe v. Wade before, although Roberts has later said he supports the precedent. But there are five justices, it appears, the three Trump appointees, plus, there they are on the screen, plus Thomas and Alito, who seem like solid votes to overturn Roe v. Wade. You know, we've been accused, 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saying that Roe is about to be overturned, as being chicken little, the sky is falling, the sky is falling. We'll see, because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the sky is falling now. You know, Republicans have been very upfront about what they want to do on the Supreme Court, but they haven't done it yet.As of now, as of the Mississippi case, they may actually do it, and we'll see what, if any, political blowback there is. The sky is falling, 天要塌了，因为昨天开始，更少的婴儿会在德州被杀死。你会听很多左派的人在那边说，这个是女人的权利啊，他们有权利，杀死自己的小孩啊。
宪法保障自由，当然就包括自由的谋杀自己的所有物啊。No， 没有人有权利谋杀。接下来你会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他们会说这些医生也没错啊，他们只是在那边工作啊，他们只是在杀死一个没有人希望出生的人啊，他们不但在帮助这些女生得到自由，而且还在帮助家庭幸福欸。Yeah, whatever, you're out of your mind. 那我们的前副总统是怎么说的呢？他发了推文说，最高法院一个晚上就通过了这个前所未有对于宪法保障人权的攻击，必须要及时反应，我们会发动所有政府的力量来反击，正在寻找方式来确保德州人可以安全的合法的堕胎。是的，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要利用所有政府的力量来杀无辜的婴儿。你听得没有错，我再说一次，要动用所有政府的力量来杀死无辜的婴儿。没有可以比杀死婴儿更邪恶的事情了，没有比献祭孩童更恶心的罪了。但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有他的跟随者做到了这一切，当然这一切就堆到了白宫专业挑大粪的 Jen Psaki 的身上。 What our effort and what the focu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o look for every resource, every lever at our disposal to ensure women in Texas have the ability to seek healthcare. Following up on the census law, why does the president support abortion when his own Catholic faith teaches abortion is morally wrong? He believes that it's a woman's right, it's a woman's body, and it's her choice. Who does he believe then should look out for the unborn child? He believes that it's up to a woman to make those decisions, and up to a woman to make those decisions with her doctor. I know you've never faced those choices, nor have you ever been pregnant, but for women out there who have faced those choices, this is an incredibly difficult thing. The president believes their rights should be respected. Go ahead. I think we got to move on. I think we have to move on. You've had plenty of time today. Go ahead.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到这些左派讲这些东西，所有的议题、所有的法案全部都是政治目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对错，只要对他们有帮助的就可以扭曲事实。希伯来文叫做 Avon， 罪孽就是弯曲的意思，就跟塔利班现在要说跟中共合作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中共明明在囚禁上百万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徒一样。 It is really really stupid and it doesn't make sense. 首先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被我们的政府还有主流媒体甚至学校说男人也可以怀孕，喂奶不是只有女人做的事情，男人也可以怀孕，男人也可以喂奶，这个一直困扰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好几个月之后，现在突然变了，突然就变成男人完全不了解女人怀孕以及当时的这个心理状态。而且这位挑大粪专家这次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刚刚那段影片的最后一句话，他非常情绪化，非常生气的说，你这个男人，你不了解，你没怀过孕，堕胎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为什么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一直以来左派的说法都是堕胎不是杀死一条无辜的生命，堕胎只跟剪头发、剪指甲、盲肠炎手术一样，只是把一个不需要的细胞从身体里面去除而已。那么为什么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你如果今天十二指肠发炎，你肚子痛需要切除的话，会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吗？你不会，你不会为了你的直肠感到难过，你不会伤心。你如果有信什么宗教的话，只会有阴灵，不会有什么直肠灵跟着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为什么堕胎是一个困难的抉择？因为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堕胎是结束一个无辜的生命的行为。不管那个人有多认同堕胎，不管那个人有多左派，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堕胎是在谋杀，而且谋杀是不好的。这个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了，不管女权怎么说， Your body, your choice， 每个女人都知道她们结束的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谋杀了另外一个人，亲手杀死自己的小孩。这就是为什么 It is difficult， 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些人 Joe Biden, Jen Psaki 帮助堕胎的医生 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在利用这个反人类、反人性的东西，来告诉这些害怕的母亲，杀人是 OK 的，不要害怕，谋杀是合理的，你可以杀小孩，你可以杀人，你可以杀死你自己的孩子。这会是一个困难的抉择，就是因为那些母亲要做的决定是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还是要接受这些政客的试探，是要当一个负责任的母亲，还是要把自己的小孩献祭给撒旦。这就是为什么 Jen Psaki 这次说出了实话，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是一个正义的胜利，是一个帮助无辜人发声的胜利，这是一个耶稣的胜利。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的方法，就是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继续传福音给身边的人。这个样子，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让你的社区、你的州、你的国家变得更好。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以下请观赏由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 带来的小品。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继续关注 AI News。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周董和公司的首席科技顾问方博士在公司的休闲中心边喝咖啡边聊信仰。方博士啊，说真的，我不喜欢你们基督教的霸道，为什么只有你们的信仰才对？那周董，您的意思呢？现在的普世价值是多元包容，彼此不排斥，不去论述谁对谁错。你们这样计较信仰的对错，我实在不能认同。所以您认为信仰应该接受多元，这样才对是吗？而且认为我的看法是错的，您是无法接受的。正是这样。这样说来，您自己岂不正是也有一套衡量信仰对错的标准，对吗？如果有人因此说你所坚持的多元兼容看法，这也是另一种霸道，那又怎么办呢？哈哈，好家伙，我不小心中了你的套。哎，我说董事长啊，你我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从一加一等于几到量子是否有叠加现象，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有对有错的，这是普世公认的。在相对事物或者个人的喜好上，就好像喜欢看哪类电影，爱吃哪个口味的馆子等等，这类议题我同意，这些应该是多元包容的。然而论及对宇宙真理的厘清，不好将认真探究事实的态度当成是霸道吧。看来请到你这位科技顾问还真的证明我的眼光是绝对正确的。哎，这么说应该不算霸道吧。各位 AI News 的观众，很不幸的，我们的事工遇到了资金瓶颈，我们的资金只能撑到今年的九月底。非常感谢末世先锋的 Paul 长老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尝试一下媒体这份工作。谢谢 Paul。 耶、yeah! Paul 长老呢也愿意让我们继续经营 AI News 这个频道，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来了、我家里有两个小孩，然后呢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帮忙来维持这个频道。我也认为这是我的呼召，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做了三年的 YouTube 事工，叫做 Project Hip Christian 颜值攻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文化，还有传达正确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请各位帮帮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我个人认为我目前人生当中最令我感到值得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也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还有一起愿意在这个文化战争当中抵抗左派的人。之前你可以看到 Paul 长老带着我们冲锋陷阵，现在你有机会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个人失业或是怎样，我们还是可以去找其他的工作，还是有其他的机会。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频道会消失，然后我们会失去一个保守派发声的平台。我们愿意继续把神国的这样的福音，还有我们基督徒真正要做的这样一个传扬文化价值的一个保守派的东西给继续传播出去。那在这边呢，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联络我们，不管有任何的讯息告诉我们，或者是哎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样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给发出去，不管是说教会也好，或者是神学院也好，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要邀请我们的话，可以看下方我们有我们节目的专属邮箱，大家可以发邮件来联络我们。如果您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们的话，那更方便了哈，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找到我们的名字，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联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支持我们。那我们会把我们这样一个 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然后还有下面的留言
区，如果你要是想给我们买一杯咖啡的话，欢迎点进去然后来资助我们一点点小的金钱。那我希望这个大家这样一个举动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频道给存留下来，那我们就继续的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我们保守派基督教价值观的这样的新闻评论的节目。那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是 Felicia， 我是 Ethan， 那我们就以后每天都再见了，拜拜。